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今天就是主题。有人中那个前奏的魔咒，一直唱这个前奏。好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Baby 小故事学常识另外一个部分哦，学常识里面的数字。你数字都会了吗？你会数到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十。刚刚没完没了了。二十四，有点后悔问你这个问题。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还是卡在三十。啊，太好了，终于结束了。好啦，这边没有要讲那么多数字，然后你好像只有讲一到零到十，还是零到七之类的。所以你知道零是像什么吗？零像鸡蛋，一个圆圈圈。一像什么？铅笔。对了，铅笔一。然后呢，二像什么？鸭子。对，鸭子二。三像什么？像什么？耳朵。对，也有人说像蝴蝶，耳朵三或是蝴蝶三。四像什么？帆船的旗子，对不对？像四像旗子。五像什么？勾勾。对，五像一个鱼钩一样，勾勾五。六像什么？哔哔。哨子。对，六像哨子，哨子六啊。七像什么？拐杖。对，拐杖七，所以你都认得嘞。数一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想，联想到一个图案。那我们就尿尿啦，走吧。